的声音，欢迎我们今天的公益大使，我们的天气女孩，欢迎他们。喂，好，我们先就定位，然后先给平面的摄影大哥们先拍个照。来靠近点，三位而已吗？对，等一下再问问看为什么现在又变三位了，因为刚刚就跟你们讲有人去赚钱了嘛。对对对，多摆几个 pose 哦。好，多摆几个 pose， 然后我们视线先统一，由左边，由左手边开始，由左开始看起。好，左下，来左中，好，左边哦，我们继续给左边一点点时间。左中，左中来。好，左中，好，左中。红二 A 区第二排哦，好，我们再到中间，好，到中间，好，中间，来，我们中间，好，中间白色衣服，好，中间白色衣服女生，万绿丛中一点红啊，女生，顾女生啊，好，来，再来右边，右边等很久了，右边等很久了，来最右边，哇，最右边等更久了，最右边，好，再慢慢的转回右边一点点，这样陆续的慢慢转回。好，不要忘记有第二排看台区的观众啊，看台区也是真的蛮多人的，看台区第二排。好，好，再回到中间，中间，好，来中间了，小三位这里，三位这边哦。好，正常一个人的记者会拍照的时间大概是15分钟，因为现在也没有三个人，所以我们会拍45分钟是没有问题的哈。三位这里，好，再来换左手边。好，是那一区是属于摇滚区的，摇滚区的。好，来，好，那我们 OK 的话，我们就来了哈。好，好，右边再回来一点哈。啊，大家今天拍照拍得好开心，我们麦克风稍微帮他们准备一下。来中间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就先欢迎天气女孩，然后请他们先自我介绍。你要站在他们旁边，我都常想自己这样子压低一下，对对对，这样，哇，这个就是一起的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们讲为什么不要，因为那个反正他们也不会用，也会直接剪掉，害他们多一道工，干嘛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既然还是来聊点开心，做公益的事情好了。我们先分享一下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好像这一次12月起会有一个全省的巡回，要去帮红星智慧去筹募弱势儿童的营养餐费，要不要来讲一下，介绍一下这个活动？这次很开心可以跟红星智慧有这个合作，能够到全省去巡回，算是演出，然后帮弱势儿童筹募他们的餐费，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做爱心，然后帮助弱势家庭的小朋友三餐都可以有饭吃。对，好，那我知道说啊，刚刚好像听到说巡回的过程当中有表演哦，不是只是下去义卖一下东西，卖卖东西，然后拍个合照这样子。当然还是要带一些欢乐给大家。所以会做什么样的表演？好期待、你们到现场看就知道了。秘密、好，我会去了。我这样子讲起来，我好像一定要去看。会点名哦，每场我都点名了，点名师徒哥有没有到？好，帮我订车票，快吧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看一看，好了，介绍一下这一次下去义卖做整个活动会有哪些产品出现。我们来看一下义卖品有什么。好，哇，义卖品，哎呦，有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，那是潘朵拉的吗？不是，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百夫长的球力包。那其实我们这次义卖的物品也不是单单只有这一个球力包，是它里面呢，来 ，Yumi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里面呢有好这样子的旅行组，就是旅行的时候带的时候很方便。哇，对，有好多东西哦，翻对，有，就基本上。多酸乳液跟还有固特齿的，对，空腔清洁剂，对，没错。哦，所以就是旅行出国必备的。是的啊。而且是来看我们表演的时候，可能外县市来的就可以带着这一组。对，你这样讲就谦虚了，我跟你讲，是那个前一天晚上就来，先要站第一排卡位，早上起来不会
口臭臭的就可以拿这个刷牙。不是，因为其实这原价值呢，它原本呢是要800块，但是我们义卖，因为为了要做爱心，我们只卖300块。哦，所以义卖只卖300块，而且都全数捐出帮助弱势儿童哦。好，真的是相当有爱心。所以这个好像听说有限量哦，不是每一场都那么多。每一场限量50组。所以有800个人在哭。因为有50个人抢到，800个人在哭，可能更多人在哭，因为很可能买不到，想要做爱心也没有办法，对，所以就是可能真的要就是大家要抢购，因为这个我们自己都很想要，因为其实它这个也是防摔的，所以它是很是要试摔看看，所以之后在里面的东西用完，你说不定你也可以放你的相机啊或者什么，对对对，好，这样我这个人上来都不按牌理出牌。这样子好了，现在先从这样子，现场就直接先送给一个摄影大哥。有摄影大哥想要吗？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就谁？那个摄影大哥，对，只要举手，你当然就送，没有关系啊。好，那我们数1、2、3，举手哦，举手。你现在好像在跟小朋友讲话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麻烦准备好，1、2、3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很多的，我们可以送几组。先只有手上只有一组，那我们先送给，剩下的就是要从50组开始扣，49、48，哭的人越来越多。还要问一下公司可不可以？有啦，当然有啦，一定会有准备小礼物送他们啦。是的，而且你们三个这么的忙碌哈，要不要讲一下最近的近况怎么样？可以，我们顺便讲一下为什么今天只有3位到，是因为呢，其中有一位妞妞呢，她最近在拍戏，替我们赚钱。哦，是她赚钱养你们三个。对，她现在是她负责赚钱养我们。那我们把她的那个片酬拿来捐好。所以我们决定了，我们今天就代替妞妞把她的片酬全部捐出去。全部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？先发。捐个车钱给他好了，捐两集的片酬好不好？先捐两集的片酬，剩下的看他自己愿意捐。妞妞打电话来，妞妞打电话来骂我，他看到报道会哭。哦，所以先帮妞妞捐两集的片酬，没关系，队长说的算。来，队长从帮妞妞说一下，就画押喽。谢谢你，麻烦你了。那我们替妞妞掌声鼓励鼓励。耶！哇，真的是。果然又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招啊！那讲一讲好了，圣诞节也快到了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圣诞的愿望要跟大家分享，或者是有没有经历过一些难忘的圣诞节？圣诞节呢，其实大部分都在不管之前在日本还是现在台湾，都有忙碌的工作要做。那希望就是不管各行各业在忙碌之余，也可以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因为健康真的还蛮重要的。哦，健康真的很重要，对，是的，这个愿望真的是人人都适用，对对对。所以各位记者大哥，你们要照顾好身体哦，而且最近天气又变冷了。衣服要多穿一点哦。怎么感觉好像要后面要接一下那个咦，爱注意哦。好，有这种感觉哈。好，那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有特别的愿望？当然是以我们 Weather Girls 来说，当然是希望明年的工作也是满满满，然后一直到明年的圣诞节都还是一样在工作。哦，我知道你们从日本发展回台湾，然后现在好像又要从日本要飞去哪里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我们呢原本是有计划要到韩国去受训，对。但是现在可能原本是预计今年啦，但是现在可能会因为毕竟已经年底了嘛，所以这个计划会延到明年，对。是，但是什么时候呢？是还在就是规划当中。没关系，他已经讲了，瑞亚已经讲说，就是明年可以有更多的工作嘛，对，所以应该就我想说，应该就是明年喽。是明年。好，那你的愿望嘞？我的愿望哦，除了身体健康之外，然后 Weather Girls 就是工作多，然后也是就是希望我们三个能够就是一直在这里。所以就是带欢乐给大家。哦，所以妞妞不在没关系。不，因为你上次说我们三个，因为妞妞现在不在嘛，所以我是代替我们三个回答，就是希望大家以后提到 Weather Girls 都会有我们三个的存在。对，你妞妞去拍戏嘛，对，她赚钱养你们，所以她不要在这边。谢谢妞妞，不然在这边喂一碗饭4个人吃啊，好辛苦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呢，还是要请到我们红星智慧的秘书长来为我们颁发感谢状给你们三位。谢谢，谢谢你们的爱心，我帮你们收一下麦克风。好，还是今天趁妞妞不在，我们秘书长就加入你们的团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你们在那个中南部也会多一些市场。好，